A young law school graduate who returned from overseas studies has started agricultural businesses in a rural region in China's Fujian. Huang Zeting launched a project named The Land. With the help of modern technology and big data, Huang and his team aim to help revitalize his home village. 20岁我就出国了，2020年回来的时候看到了家乡的这一番景象，我觉得一些荒废的土地啊需要被活化利用，然后我觉得说我们作为海外归国的学子，为家乡做一点事业，所以我们就创作了这个中国硅谷。在前期的时候，我们入住的时候，村民是不太理解我们的，为什么就这么多这么大群体的海归来到一个农村。 当时我们花了大概小半年的时间在做我们的规划，以及所有的项目落地的方案等等，那段时间呢，其实自己损失最多的，就他们认为说我们只是来住在这儿，就啥也不干。乡村的这个基础建设都是比较薄弱的，就当时的我们的喝的水啊，包括洗澡啊，都是要从山里边挑水下来。 慢慢的从我们做项目开始，跟农村里有很多的交流，跟他们说我们想要做的事儿。那我们第一阶段呢是有灯光秀，然后有之后的时光餐厅，那第二阶段呢我们是准备上一些农夫市集，然后还有我们种乐园等等一系列周边游项目。我觉得90后是年轻人，年轻的状态就应该就是敢拼敢闯，敢做。 我们也一直都在招募更多的小伙伴加入我们，让他们回归到乡村来，能够宣发农村的好。规矩呢，它不是仅仅适用于海归，它也适用于回归，它适用于回到乡村的人。大自然的环境中去沉淀自己，农村的舞台上，它可能会创造出更大的价值。